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哲明星频道。这一期我们介绍曾经上演过《宝莲灯前传》电视剧《九州缥缈录》中羽然的扮演者，从小美到大的演员宋祖儿。宋祖儿1998年5月23日出生于天津，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电影视女演员。下面我们先看一下祖儿小时候的照片吧。7岁的宋祖儿参演董志祥执导的电视剧《海阔天高》而进入演艺圈，饰演童谣。该剧讲述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几个年轻人怀着一腔热情到开发区开创事业，在山海中经历坎坷沉浮的故事。同年参演由刘晓芬、李光洁主演的历史悬疑谍战剧《密令1949》，饰演二妮子。同年参演都市伦理情感剧《倾城之恋》，饰演赵家的养女，同年的赵雨阳。该剧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家坐落于青岛海滨的医院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医学才俊同一位名门佳丽之间纠缠多年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的故事。2007年参演关注艾滋病已故的公益电影《你是天使》，饰演小华。电影讲述大学生马杰为了实现理想，只身来到艾滋病村，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孩子慢慢对艾滋病已故不再有偏见，给他们关爱和帮助的故事。剧《宝莲灯前传》，饰演城南关总兵李靖的儿子哪吒。该剧讲述了杨戬因玉皇大帝派天兵天将杀了其父杨天佑，并将其母牛姬压在桃山之下。杨戬为了救出母亲和妹妹杨婵，与天庭众神之间发生的恩怨情仇的故事，于2009年4月播出。2009年参演商战剧《无量天》，饰演童年时期的林作雪，该剧尚未播出。2011年参演幻想儿童剧《幸运兔精灵》，饰演女孩幸运，该剧尚未播出。2016年主演喜剧冒险片《洛杉矶导弹计划》，饰演魔少女王高可可。该片讲述了王牌经纪人黄伯伦为寻找旗下的失踪艺人来到美国，意外成为五个美国导弹鬼的冒牌监护人的故事。
童年，主演都市励志剧《蛇害》，饰演八卦小报五四三八周刊记者翟一桃。该剧改编自赵大咪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当红明星与娱乐记者、粉丝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奇趣故事。2017年客串参演喜剧电影《有完没完》，饰演被偷钱包的女青年。同年参演青春励志剧《我们的少年时代》，饰演文静的学霸班长沙瓦。该剧主要讲述了三个少年在追求棒球梦的过程中不断披荆斩棘，最终梦想得以实现的励志故事。同年主演改编自月光同名小说的古装剧《夜天子》，饰演官家小姐水西上武之胭脂虎夏一眼。该剧讲述了六扇门一个小小的牢头叶小天，因一封遗书而离开京城前往贵州，却阴差阳错踏入大明官场的传奇故事。同年主演古代传奇剧《九州缥缈录》，饰演美貌与霸气兼具的宁州羽族第二王朝公主羽染。该剧改编自江南同名小说，以虚拟的九州世界为背景，以主角吕归尘、姬野、羽染等人的成长为主线，讲述在群雄并立的时代中少年英雄成长崛起的故事，于2019年7月16日播出。2019年主演改编自焦糖冬瓜同名小说的都市情感剧《舌尖上的心跳》，饰演有天才味觉的女生林可颂。该剧讲述了拥有惊人味觉的少女林可颂巧遇华人美食界的厨神江千帆，从而携手展开一段美食与爱的故事。该剧尚未播出。最后，希望娟娟在新电视剧《舌尖上的心跳》中有优异的表现，未来能打开戏路，参演更多优秀的电影。好了，各位观众，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击订阅哦，这样才能看到最新的精彩名人明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